南非指责美国总统川普控诉他发出推文散播种族仇恨。法国一名男子用刀杀害母亲，伊斯兰国组织声称承担责任。台风苏力正逼近朝鲜半岛，南韩准备迎接暴风雨。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进入最后一日，一对俄罗斯舞蹈员在阿根廷首都获颁全世界最佳探戈舞表演殊荣。